假如手机后三位是你的寿命，天使大人不好了，零食又吃完了。不是，玉生去买零食，结果不小心打了个喷嚏，导致人间突发洪水。现在天堂已经满了，这里神经惹事，现在咋办？我决定手机后三位是人类寿命，行不行啊？我是天使还是你是天使？赶紧去做，我这就去办。人类，儿子你说啥？老爸我没有说话呀。怪事，谁在说话？我在上面。儿子，看鸟人。我是天使。哇塞，是天使的助理。亲，还不是鸟人。天使决定，手机号后三位是你们的寿命。我的天，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？我手机号后三位是998，那你可以活998岁。太好了。儿子，那你不是成乌龟了？我是千年乌龟，那你就是老乌龟。老爸，你手机号是多少？快拿出来看看。我手机号后三位是030。哎呀，我已经29了，只能再活一年。这不行，天使助理，我要分一半给我老爸。不行，谁让他说我是鸟人？老爸别怕，我们去换手机号。宝宝们，假如手机号后三位决定你的寿命，你的后三位是多少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